看到这叫，我现在都全身不舒服了。生是申报，按照制度走。那如果我们哪里有过失，再去把它改变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文化。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啊，第一点哦，我们那个报账有没有在？他们现在这么一笔看，问题很多，会表示我们真的还是要建立更。各位，民众党第一时间出来说什么？我们经由专业的会计师认证过，请外界不要以讹传讹，混淆视听。嗯，我找给你看。不是、啊，各位，这是官场现形记，我这是被他们这些……怎么又是你啊？各位，你们都忘了第一时间这个小可爱出来说什么了？唉，嗯。他们真的是哦，哎呦！今天几月几号？8月19日。来，不是啊，我怎么是怎样啦？新闻媒体配合下架是不是啊？不要那么恶心好不好？来，各位不要骗我。当时第一时间吴静怡先踢爆哈，结果说什么？民众党说什么？来哦，各位仔细看哦，通篇幻想文，收入支出清清楚楚，如实申报，依法可查询，毫无模糊空间，可供大众检视。很凶哎、欸，毫无模糊的空间，可供大众检视。说别人是幻想，清清楚楚，如实申报。经得起检验。我跟你讲，民众党是说谎哦，说到哦。不是你们这些人哦，你们真的有没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摸摸自己良心啊？你们做这种缺德事，你真的觉得为了赚每那个薪水，做人不是这样子吗？然后你看现在怎么讲？记账制度，然后呢？再回答你的问题啊，第一点哦，我们的，你看他现在怎么讲？哎，气候来报，吕布竟然愿输送大量粮草。去看看，西进来。个人捐赠收入当中，现在被发现说这个现金捐。你看啊，他们现在这么一笔看，问题很多，会表示我们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文化。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啊，第一点哦，我们那个报账有没有在？他们现在这么一笔看，问题很多。他们现在才一笔一笔去看，问题很多。当时戴玉文怎么跟我们讲的？
清清楚楚，如实申报，毫无模糊，可供检视。现在变成是一笔一笔才去看，问题很多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做人讲话是要负责任的啦。你当时出来干掉人家，说人家是幻想文，收入清楚，支出清楚，如实申报，可查询，毫无模糊，可供检视。结果现在变一笔一笔才去查，问题很多。96万的便当，毫无模糊空间。133的幽灵计程车，清清楚楚。菜瓜布400万，卫生纸900万，如实申报。民调1000多万，广告费莫名其妙916万，不知道哪里来。时间公司到现在讲不清楚，你还要我一个一个数下来吗？收入支出清清楚楚，如实申报，毫无模糊可供解释。民众党啊，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在讲什么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相信这样一个政党哎。反正他们出来干掉人，就随便屁两句的，屁完就当没事哎。可以这样，屁完就当没事。那所以被你干掉的人，反正你就说谎嘛，然后媒体就写了嘛。然后就装没事嘛，然后你事后再说没有老婆问题其实很多，这就说谎哎。你今天一个法官跟你讲说，我绝对都是公正客观的在办案，在判案，然后隔天他被人家发现说拿原告20万元，然后他再跟你讲说，哎呀，我没有搞清楚，我再回去查清楚，这样谁还会相信法官啊？这不要脸到极致哎！不是啊，我真的很好奇你们民众党这些人哎，你们真的就是对你们来讲，工作是这样，政治是这样子，不要脸到这种程度。做人可以这么不要脸？不是啊，我不懂哎，你们真的觉得这样作为一个人是可以的吗？我都被你们恶心死了啦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被抓，希望被抓到有问题的越多。但是我倒觉得，跟那个一看就知道是错误，这表示当时有偷偷的。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是透过网络的小额捐款，我们哪有那么多现金，很少。所以有没有拆账那个，这个就要实际去对案。你到底在讲什么啊？欸，绝大多数都是透过网络的小额捐款，我们哪有那么多现金，很少。所以，你知道柯文哲现在在干嘛吗？他直接承认啊，对，那个就错的啦。啊，拆账我不知道啦，有啦，好啊，应该是有啦。你知道他在玩哪一招吗？我是笨，我是蠢，我不是坏。柯文哲现在耍无赖，说我就蠢，我不是坏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、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